为了解决油旋产品普遍存在的问题，满足我们对产品的高品质要求，我们对设备的选型更加的严格，用一个更长的研磨时间来使得产品的递进达到4微米以下。我们还需要在油旋产品的粘度和吸油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，这对我们的工艺要求更具有挑战性。